笔架山峰半山豪宅，九龙塘笔架山峰坐落半山地段，普遍单位都有开扬景致。屋苑的分层大厦有三房和四房间隔，介绍的放盘属于四房的类别，附连工人套房。客厅外接露台，可以放到大型的梳化和按摩椅，足见地方宽敞啊。饭厅除了基本的餐台，两边还可以放到储物柜。大厅改铺了前色的地砖，不单止容易打理啊，感觉仲零舍光猛添。客厅和三间房都是向东南偏东，可以饱览一片开阳远景。在露台摆了户外凳，得闲嗰阵坐下，望出去心情都开朗啲啊！呢个唯一的套房，中间用柜间开枕区，避免床头望见厕所。套房的床尾只有挂墙电视，安慰之余又可以瞓在床上面睇电视。透视宽敞，热具保养新净。除了浴缸，门后面仲有淋浴间。套房隔离的睡房，衣柜有镜门，方便出街之前照镜扮靓。另一间房除了储物用途，仲是屋主三只爱猫的休息室啊！近镜可以望见佢哋啦。海上藤篮里面有一只，海下面有另一只露出半边面，好似想避开摄影师的镜头啊！一间窗门较小的房就用来做衣帽间，放满高身的衣柜。全屋装修过百万，部分走廊的墙身就铺了特色墙纸，更添雅致。客厕有合理的空间，保养干净企理。